Hello，Hello，hello， 我是慕尼。今天呢，我们要来玩这个地图，叫做恐怖游乐园吧，还是逃脱狂欢节？然后这是一个逃脱型的地图，哇，我们要逃离这个恐怖的游乐园啊！那我们赶快进去吧，Go Go！哇，那一开始这边外面后面一定没有路啊，我们应该是从这个门进来的。然后旁边很多废弃的，很像商店吗？可是这都不能开，那看起来只能从这个小丑的嘴巴进去啊！啊，这门口有个人啊，叫 Jin，应该是告诉我们说我们等下要逃脱，那我们赶快进去吧！Go！啊，进来了，进来了！一进来，这个很像游乐园的入口哎，然后我们要直接跳进去，哎，它还会这样转哦，那我们这样走进去，哇，这个列车是怎样？哇，我要坐，这会动吗？这会动吗？这不会动啊！这骷髅头列车，好帅哦！那我们只用走的，还是这个车会动？那看起来不会动哎，不会动哎，那我们只好用走的。那再往这边走，哇！一开始就先来一个跑酷，然后也是一个记忆点哦。那我们小心不要掉下去，底下的岩浆跳下去感觉就要被烧死啊！呵，很顺利的通关，通过第一关了。然后有个气球，这气球不知道可不可以拿哎？哇，直接跳下去吗？跳下去了，又到了一个检查点。好，我们再往这个很像水管的走过去吧。再来呢，下去，起来，要跳这个气球啊。好，我们跳过去吧。啊，没事没事，我以为我跳不好，那总感觉它跳下去的时候会动啊。那再跳一个，喂，喂，喂，连续三个跳过去。好，再下来这水管，哇，下面是看起来像一个超级可怕的怪兽哎。那个掉下去就要进到他的嘴巴里了，好可怕哦！然后他应该是叫我们快一点啊，quickly。好，我们赶紧进去吧。哇，这里要怎么走？走左边。哇，这个好多火焰哦，这边喷到前面要变烤恐龙啦！快过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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啊，前面还有一个人在等哎。哇，刚好遇到很多人哦。再来再来再来！他怎么可以直接穿过去？变火烤恐龙嘞！好，我们再继续往这边，又到一个检查点。哇，这个水管，我们跳一下，再来，跳，喂，我前面那个厉害哎，很会跳哎，前面那个人，我们沿着他的路线走啊，嘿嘿，跳过去，跳过去，这里这个人是怎样？他肩膀上面怎么有一只猫？这是真人还假人啊？好可爱哦，哇，这个被抓进去会看起来像小丑的手哎，我们要小心一点啊，哎呦，快过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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最后一个了，最后一个了，快过，快过，又到一个点，这里我看，要跳这边，这很像什么烟囱喂，跳过去，跳过去，跳跳，再来，喂，这里要小朋友上楼梯是不是？要走这个水管，没关系，我们连跳啊，上来，上来，再来，喂，喂。喂，再来再来，哇，太多管了吧，超多的，好多管子，哎呦，差点掉下去，哇，还好我是掉到楼下那一层啊，没有掉太多，再来，哎呦，终于跳完了是不是？然后再来直直的一个水管，往前走，又到一个检查点。那检查点就是你可能等下掉下去，它会回到刚刚你失败的那个地方啊，就至少你不会从头来过啊，我觉得还不错。哇，这个水管好好笑，这前面这恐龙怎么那么抢戏，好可爱哦！恐龙这样走，来来来，我们要爬这楼梯上去啊。可是到这边怎么感觉都没有什么恐怖的东西出现，都没有看到一些什么恐怖的小丑，刚才只有看到手，还是还没来。这水管怎么会穿过去？哦，这被割到不得了啊！小心点，小心点！喂，他直接跳过去，真的假的？然后我们再走这个绳子上去吧，不是啊，楼梯啊，楼梯爬上去。Go go go！爬上去会不会马上有人来吓我？会不会？会不会？应该不会吧？我们好像怎么又是他？就是这个拿气球的。他说什么小丑在笑啊？我们赶快往前那边吧。哇，前面这个是，什么东西？他要干嘛？他要干嘛？他怎么追着我？等一下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我们赶快爬上去！哇，他追着我，赶不上，赶不上，哇，完蛋，完蛋，完蛋！他在干嘛？
这小丑好笨哦，他在干嘛？还是他只是会这样，他就卡在那边，假的是不是？他骗我啊！我以为他追上来，哎、欸，这是怎样？怎么那么摇？太摇了吧？那我们要甩到哪里去？好摇、哦！喂，啊！等一下，爆开了！怎么会这样？2000买帽子啊？这要那个罗巴斯币哦？啊，不行哎、欸！太夸张了吧？怎么这样甩啦、啊？不行啊！那小丑又来了，小丑又来了，小丑又来了！哎、欸，他会瞬间移动哎、欸，这小丑好奇怪啊！他怎么会瞬间移动？然后他会卡在这边，对不对？啊，他果然会卡在那边。没关系，我们再跳一次啊！这个不知道要甩到哪里哎、欸，好奇怪哦！要甩到哪里比较好、啊？是要到楼上的平台吗？看，我们是要再上去一点吗？我刚以为可以跳过去哎、欸，可是是越摇越晃。是上面吗？上面吗？哎、欸，甩到哪里去啊？哦，是到这个平台吧？我觉得应该是前面这个人这个平台。哎、欸，会过来哎、欸，他甩过去他会自动过来、欸，不用跳哎、欸。哦，我以为从中间要跳，那我们再继续走这边吧。看来是你当这个摩天轮当到中间的时候，他就会把你传到这边了。但是还不错，直接上来就可以。喂喂，我们的恐龙还在下面奋战啊！恐龙还在下面奋战。好，再来就继续跳气球啊！喂喂，再来，跳啊！上来之后，哦，要掉下去是？哇，这是什么？自由落体是不是？我们这样下去没事吧？哇，他说我们好像只能跳下去、欸。哦，现在咧，我们要下去了是不是？哎呦，直接往下坠是怎样？哇，直接到一个地底欸。欸，我不要上去欸，他怎么又把我传上去了？还是我要再跳一次？欸，我要下车啊，我要下车。啊，下来下来下来。还好欸，我们现在到这边了，新的地方。感觉到了地底欸，这游乐园怎么把你传下来啊？还是这边才是开始？看一下，欸，这边是怎样？哇，这个穿过去我就爆开了、欸，哇！耶、yeah, ，过了，还有，再来，哎、欸，爆掉了！哇，他叫我拿很多宠物是怎样？再来，快过！喂，哟，好厉害哦！他直接疯狂跳、欸，哎，好，再来，哇，这个被锯掉怎么办？再过！哇，这个球，看一下，这被锤到不得了、欸，哎、欸，马上掉下去，马上被跳下去啊！等一下，这个球，哎、欸，啊，怎么又再撞一次？哇，等一下，这球不好过啊！哎、欸，太夸张了，一直被这球撞到。等一下，这样可以了吧？哎、欸，可以，要抓得很极限欸，我觉得。哎、欸，哦，可以，终于过了，好险啊！前面还有这个很像龙的，是怎样传送门是不是？那么赶快进去吧。喂、欸，哦，这游乐园把你传到很像那什么？恐龙时期、侏罗纪时期的人哎，好奇怪哦！我把你传到这种地方，哎、欸，看掉下去，好可怕！那个人也太厉害了吧？还是跳边边？他很会玩哎、欸！喂、欸，我们刚才的恐龙已经不见了，刚才恐龙伙伴已经不见了。哎、欸，这边喷到会怎样？我们沿着他的这个喷走就好啦，应该没事吧？再来，快过！哇，然后再上楼梯，咦、欸，哇，被火烤啦、啊！要再来一次，我刚才在哪里？再来一次，喂，再来，快过，不要被烤到，哎、欸，他也被烤到了，喂，跳上来了，这次应该不会了吧？啊，这次应该不会了，欸、有没有恐龙好像追上来？我在远方看到我们刚刚的恐龙，他好像快追上了。
没有看到恐龙了，超远的。再一次，再一次，我们跳上来。喂，这边也是一个检查点哎。我跟他打招呼。喂，我在这，我在这。然后我们现在跳这边吧，应该没有其他的路吧？有个水管，跳过去。再来，再来。喂，可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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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连跳，连跳。喂，喂，喂，可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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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下去，好像又要传送到别的地方了。就是这个人拿气球的哦，我们要进入这个黄色的传送门。哎呦，哎呦，速度这么快，音速小值是不是？好快哦！哇哦，超快的，我现在跑步超快的，我没有加速，各位啊，要跳哎、欸，他不能一直走哎、欸，那边还是要跳一下。遇到他，遇到恐龙，恐龙追上我们了。等一下，等一下，这画面好笑，喂喂，这要跳，这要跳，各位，这很像那个什么音速小值，好不好？咻！要跳要跳，各位啊，跳过去了，跳过去了，好好笑哦！哎、欸，喂，等一下，后面还有这关，可恶！再一次，再一次，没想到他居然用那招来阴我，在最后一关做的这么邪！喂，啊，没跳好，再一次，再一次，我再来跳，跳。我怎么觉得我越跳越低啊？怎么会这样？再一次，再一次。欸、那恐龙也是再一次哎、欸，这是不是有点难啊？再一次，喂，跳，感觉应该是极限的时候跳，到边缘的时候就跳一次，跳，跳。这个完毕还有一个哎、欸，会骗人哎、欸。哦，好，快过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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了，快过了。耶、yeah, ，终于到这个蓝色的骷髅门哦、喔。那一样也是这个气球。那恐龙还在那边，还在跳，加油啊！我们已经到这个蓝色的这关了。哎呦，这关怎样？翻滚哎、欸，好帅哦！哎呦，哎、欸，没跳好啊，掉到地狱去啊，各位！再一次，再一次。哎、欸，哦，我以为从恐龙那关黄色那边重来、欸，还好是从这边。这关要翻滚，360度翻。哎呦，差一点，可恶！又要再一次。再一次，再一次，再来，再来，喂，翻到边边再跳好了，边边跳，边边，哦，边，哎、欸，再一次，再一次，我知道啦，我学会啦，就是在边边跳。哎、欸，等一下，这边要怎么上去？哦，跳这边哦。哎呦，再来，再一次，再一次，飞上去。哎、欸，没有路啦，是要往上跳吗？难道现在往上跳？真的、欸，往上跳哎、欸！啊，过来，又到一个检查点。哎呦，怎么又是这个？哼，音速小子又来一次了。跳跳啊，跳下去了。哦，我不知道跳下去几次了。再一次，喂，喂，哎、欸，他怎么撞到了？哎、欸，我掉到哪里？不会吧？不会跑到别关吧？还好，还好，还好。再一次，哇，这应该，哎呦，不好跳哎、欸，不容易哎、欸，没有这么容易的跳哎、欸。再一次，再一次。喂，有了，有了，哇，还很极限哎、欸，有点难哎、欸。哇，这关需要一点技巧。再一次，再一次。喂，跳，跳啊，不，太快了，太快了。他要很刚好，就是在那个边缘跳才会过。再一次，喂，喂，喂，耶！哎，不会跳进来吧？跳进来也可以过 啊，好像跳进来就是进洞了啊，又是这个气球，呀、yeah, ！再过来呢，应该又要进去这个小丑的嘴巴里吧？我们又到了很像另外一个乐园的地方，好，我们进去他的嘴巴吧。呜、滑进去了，这样会怎样？是怎样？好酷哦！再来跑酷是不是？喂、欸，光剑这踏到应该就爆开了。哎呦，而且他感觉有点斜斜的，画面感觉有点斜斜的，像越来越加快的感觉。哎呦，进到一个问号的门啊！这个不要走夹子就好了吧，往边边走。哎、欸，啊走啊，这样碰到，我刚有碰到，再试再试。
边边走，往边边走，不要碰到。喂，中间。哇、啊，前面的人也太快了吧！我们刚刚在前几关有遇到他，他还在等我们。哎，等我，等我，等我，这碰到就算了。哎呦，等一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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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哎，这怎么那么难？不是，这应该不是走中间吧？怪哦，碰到也会直接夹到哎、欸。嗯，难道这边是要跳过去吗？跳过去，哦，要跳，要跳，各位要跳啊！在那边要跳过去，终于等到我们了，是不是？走喽，走喽！哎、欸，我们现在被传到哪里？是哪里？嗯，这是要过去吗？哇、啊，这是怎样？哎、欸、呦，会掉下去哎、欸！哇，我们路线只有一次。哇，快过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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哎呦，啊，不要被他弄到，我们赶快进到那个问号的门。来来来来来，哎、欸，就跑到问号的门了。这前面是怎样？这怎么过啊？哎、欸，我、哦、这是会倒退的传送带、欸，那我要怎么？我按票的时候好像变快、欸、哦。哎呦，爆开，有点难哎、欸，练习一下。等一下，这样跳跳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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对对对对对，我觉得用侧面的比较好过啊。再一次，再一次，跳跳跳跳跳，对对对，抓到技巧了，各位。再一次，再一次，跳跳。耶、yeah, ，过来过来过来，要到这个问号的门了。哎、欸，这里是怎样？又是你，又是这个拿气球的。他怎么会在这边啊？看起来怪怪的、欸。难道不是走这个门吗？难道是要走这边出去吗？这边出得去吗？啊，哎呦，这边可以出去是不是？哎、欸，我没有走那个门呢、欸，我走这里，会跑到哪里去？这里会跑到哪里？哎、欸。哎、欸，这里会跑到哪里去？啊，这里会跑到哪里去？不会往下冲吧？真的耶，哇、哦，往下冲了！那冲去哪里？那冲去哪里？他把我送去哪里？他不会绕一圈回去吧？不会吧？直接强迫你坐云霄飞车，直接坐一轮。呜、哦，冲！哎、欸，没有路了，我要飞到哪里？哎、欸，不是吧？这样也可以跑到另外一关哦，就这样送到这边是不是？哎、欸，好奇怪哦，那我现在要剪这个吗？是可以剪是不是？好啦，那今天的 Roblox 影片到这边结束咯，如果你喜欢我的影片的话，不要忘记订阅，那我们下支影片见，大家拜拜。